现实。电话又没了，用泥浆挡一下。哇，这里的风势要变强了。为荣耀而战。恐怖图腾信徒召唤上音了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末日即将来临，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动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插电。
矿坑是我的。恐怖图腾是不受控噪音了。你逃不掉。要做什么？参观校园的吗？冰杖比金刚更锐利。哇哦，这里的风势要变强了。
冰掌比金牙更锐利。时间，急，应该做鬼来分。我闻到水里黄金的味道，就葬身天我配合。三关行程结束了，空中海盗来了。要做什么？好大卖座，烟火配饭，不俗你就当僧。长枪对抗过他吗？好滚烫的獠牙！
蛛群不会灭亡。再来呀、士兵们，你说那叫刀，那我就有三把刀。校园的吗？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
兵们上场了。烟雾会打密码剑，我把这些礼物赐给世界。荒野的优势，元素可动完美。一定是这边。哦，那条树木又在烧了。元素完美。秘法剑。你的愿望就是你的建议。到此为止。
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最后一张牌了，希望是张好牌。天真石林，你们准备好摇滚了吗？我会撕裂你的灵魂。天真石林，你们准备好摇滚了吗？最后一张牌了，希望是张好牌。是说了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天真石林，你们准备好摇滚了吗？我们的火焰天赋强化了我们。Thank you.